其字，足、脚、指、手、掌、指。嘿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乐园里的小伙伴们正在操场上进行足球友谊赛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足，足，足，足球，满足，充足。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。你们瞧，小猴的脚法好厉害，穿过几个防守队员直冲球门。脚，脚，脚，脚踝，脚印，脚跟。我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脚印。小兔一个铲球，只听到啊的一声，它不小心弄伤脚趾，翻倒在地上。趾，趾，趾。脚趾，趾骨，趾高气扬。我在足球比赛中脚趾受伤了。小猴子接过球直接射门，守门员大熊牢牢地把住整个球门。只见他用宽厚的手掌接住了足球，非常精彩的防守。手，手，手，手表，手掌，手艺。妈妈做饭菜的手艺很好。掌，掌，掌。手掌，掌握，掌心。我已经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。大熊突然五指发力，把球扔给前面进攻的队员。指，指，指，手指，指头，指纹。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。一片混乱中，小鹿一个头球把球顶进了对方的球门。哦耶，球进了。